好的，可以了。那我们操作开始。Hello。我看大家好像画的差不多了耶。哎，这样这个小鸟啊。我们来听听看每个人最开心的回忆好吗 ？OK， 可以吗？可以，可以，好。那我们从这边开始，好吗？可以吗？可以吗？谢谢。好。我们是重新做啊。你要想帮你解释，我想听你说。听我说。对。好。好吧，这个给你。好吧，好。好，这个我看看。好，那这个画的是什么？这是一个爱唱歌的在唱歌，他在麦克风哦。哦。这是衣服。那这个爱唱歌的人是谁？是啊，所以你最开心的回忆是在唱歌吗？对对对。哦，那你通常都自己唱还是跟朋友一起唱？我们都是可以去 KTV， 然后 OK， 那现在没有。好，我讲好久没唱歌了。他这个时候的手掌，他掌都花了，都是不同样的。哦，对，这是一个爱唱歌的阿嬷的开心回忆。来来，什么都唱一下、啊。什么唱一下？现在啊。现在唱不转，现在还有。阿妈换你好吗？可以告诉我最开心的回忆是什么吗？可以啊。对啊，最开心的回忆是什么？这个是在画什么？真的。现在画什么？好，我要画这个房子。房子在画。哦，这是房子，它是金币吧？哦，这是花吗？对，哦，这个也上面也是吗？那个树，树，这是树，很像啊。哦，所以这是一个很开心的家吗？好，这个很开心的家哦。Yeah. 谢谢你。这还在画，来让我妈等你一下吗？好了，这次来帮我拿。李阳还没有画颜色。没事，就是很漂亮的。孙子过生日，是我最高兴的时候。哦。哎，这是几岁生日？这个蛋糕漂亮。这个他从小就是这样的蛋糕，每一过年每一次生日的时候，我们都是做一个大蛋糕给他。哦，自己做的吗？不是，买的。哦，买的。哦，买的。对对对，所以是，这是我最高兴的时候，也是他最高兴的时候。哦，跟家人在一起最开心。对对对，谢谢你。谢谢。汉堡。对，汉堡。可乐，别想走。我想问你们在最开心画什么？还是画画就很开心？你要分享这个吗？好，你先来。要跟你哦。这样，来，你说说说说，这个你画什么？你画什么？那个是什么？你用手画的吗？盖的，你站在手上盖的是吗？哦，你盖了很多下吗？还是只有盖一次？盖很多下哦。老师很棒哦，我觉得你画得很好看。好，那可乐，你画的是什么？可以给大家看吗？好。哦，哇，你画的是什么？可以跟我说吗？月亮吗？哦，来，上面的是月亮还是上面是月亮？上面的，那下面的圆黄黄的是什么？也是月亮。月饼，月饼，月饼，我说错了，是月饼。他自己写的。那是你的名字吗？那上面那个是什么？上面康是晚上的时候。哦，晚上的时候吗？哇，我那他画的是你昨天。画是中秋节，所以你画这个吗？哦，这个主要是中秋节，所以他画了月饼跟月亮。好谢谢你哦。刚刚你画什么？月
最快乐的就是带孙子出去逛，逛逛菜市场或逛街。哦，那旁边是你孙子吗？两个是我孙子。两个都是你孙子。嗯，哦，那你常最常带他们去哪边？公园。公园。哦。还有一个是阿嬷吗？对。哦。弟弟，你喜欢跟阿公去公园吗？喜欢吗？阿公很常带你去公园玩吗？对。阿公对你好不好？那你跟阿公说爱你。好害羞，害羞啦，没事，阿公谢谢你。好，阿嬷换你了，你画的云都很漂亮哎。哦，这个是什么？哪有，看不出来不会画，你画的是什么？嗯，西边的草地哦。嗯。啊，上面这个是鸟啊。啊，这个是树吗？哦，很像哎。那这是你画的鱼吗？嗯。哦，这是什么？这是草跟花。这是草跟花哦，所以你喜欢去大自然晃晃是吗？嗯。哦，他喜欢去大自然，所以他是一个快乐回忆跟大自然有关的阿嬷。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开心的回忆，我听到也很开心。然后，所以不管你们今天画的是什么，你们画的都是最棒、最好看的。然后，你们分享的作品也让大家感受到你们的快乐，谢谢你们。那接下来我们那个朋友有一些问题想要问，然后那个这个回馈是我们下一次办活动有需要改进或是你们觉得很好的地方，都拜托你们都一定要告诉我们。然后如果你们的话可以留给我们做纪念的话，也麻烦跟旁边的那个朋友说好吗？然后我们十月份的时候会办展览，然后你们的话我们会展示在我们那时候的展览上面，所以也麻烦如果可以的话加我们的 LINE， 然后我们有消息的话都会第一时间告诉你们，谢谢大家。这边还有三张纸，有人还想要再画一下吗？最后三张纸哦。哦，赞哦，赞哦。再帮我们拍一个大合照，没问题。现在吗？等一下，等他们。好的，再告诉我。